友大家好，依斯依时又嚟开餐，系咪又系过翻外卖嘅日子？并不是，今日系皇家御宴重开嘅日子，我喺呢度祝贺佢哋生意兴隆，亦都多谢佢哋让到我哋住喺多伦多嘅朋友有多一个选择，可以去佢哋嗰度食粤菜、饮茶、晚饭都可以。因为今日我哋需要翻工嘅关系，未能够亲身去到皇家御宴嗰度堂食，但系都希望能够向大家网友报告一下、报道一下佢哋嘅点心质素，让到嚟紧呢一个周末，你哋都可以或者考虑去佢嗰度帮衬一下啦。未食之前喺度同大家讲一声先，因为系外卖嘅关系，我相信质素咧应该都会堂食会好啲噶啦，咁所以大家就。將一陣間我嘅食後感加翻少少分，咁應該都會比較對餐館公平啲嘅。一如以往，未食之前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今日買咗啲乜嘢。首先嘅係火山爆漿流沙包，顏色好靚嘅係叫做攬菜菇菌松露果。隔離嘅係碧玉蟹肉帶子餃。跟住呢个系豪王原隻鲍鱼配原条家乡养海参，简称即系海参鲍鱼咯。青芥末鲜虾春卷、金丝炸蚝卷，一共系买咗47.57元，比现金系有九折，而呢一个价钱已经系九折咗噶啦。试咗呢个颜色咁靓嘅先，佢呢个一盒系有三件榄菜菇菌松露果，应该系斋啦。如果听个名字，咁啊上高啲松露都几多嘅。剪开之后发现系啦，嗰啲馅都系啲蔬菜系斋嚟嘅。就咁睇咧，就有啲白菜啦。呢个唔知咩嚟，哦菇啊。个松露咧好香。由於佢裏面都是菜咧，所以很爽脆。如果我覺得咧係比較清淡一啲，但係配埋嗰個松露咧又好好味喎，一個松露味都幾濃嘅。咁啊，至於個餃皮咧就比較係厚一少少啦。如果喜歡食素嘅朋友咧，我諗呢個都幾啱佢。補充多一句，這個餃子我是吃不到任何的腩菜的味道的。碧玉蟹肉帶子餃一盒是有三件，顧名思義它有帶子在這裡，配合名字。它的外形就好像一隻鳳眼餃的樣子，我覺得它的尺寸都是正常，都是大的。我覺得我想看看里面什么馅呢，哇好大隻蝦，它是一隻蝦的，還有些菜啊這樣。我相信它的碧玉的意思就是說那些菜，那個蝦是爽彈的，帶子的質量都很好。至於個餃皮跟一般的餃皮一樣，都是偏比較厚身一點。這個點心的名字叫做碧玉蟹肉帶子餃，但剛才我吃了那隻真的吃不出有任何蟹肉，
所以我而家想食埋另外一个，再展开俾大家睇，睇下会唔会揾到啲蟹肉嘅踪迹先。剪开之后同头先嗰只都系一样啦，都系有啲虾，有啲菜。咁我怀疑呢啲应该系啲蟹肉啩，睇个颜色。我又唔想撩得咁紧要啦，咪一间又俾话又话我撩得太紧要啦啲嘢。咁呢度咧见到系少少，即系如果你话系蟹肉的话。不过总结嚟讲，呢、这个饺都系好食嘅，佢咸淡系适中，同埋个虾又系新鲜啦，即系爽弹啦。金丝炸蚝卷一客系有三件，咁我哋头先食之前都放落个焗炉仔度焗翻热佢，又系想喺大家面前展开佢。就咁睇咧，就睇得唔係十分太清楚，但我冇理由即係將佢係劏開佢俾大家睇噶嘛，係咪？咁啊，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。咁啊，望一望啦。咁我相信都應該係一隻蠔嚟嘅。個金絲炸蠔卷，我要食咗兩條，先至能夠好確認地同大家分享一下個感受。我吃下去呢，覺得那個五香粉的味道很濃很腸，繼而呢我是吃到有些芋頭絲，即是芋蓉，即是它將它切絲跟住釀入去，我吃下去就是即是芋蓉，跟住它就說有蠔，是吃到的，是吃到有蠔的，它是不說濕立立的，它都是乾身的。但是呢，總括來說呢，都覺得那個五香粉的味道是太過搶得滯，加上我們回到這裡吃，脆口程度就不及糖食了應該，所以呢大致上是這樣，我感覺青芥末鮮蝦春卷，我們又是將它翻焗，一盒是有三條，尺寸都是正常啦，又是在大家面前展開它。它說是青芥末，但是顏色是橙色的，這些應該是沙律醬，暫時都還未見到有蝦的，是的，這個也是這樣的。這些蝦到底去了哪裡呢？嗯，我哋翻焗翻咧，都系好脆，好好食。我而家见到只虾啦，成条春卷咧，我净系见到呢一只虾啫。我睇埋另外一橛先。哦，唔系，成条春卷咧系有两只虾。嗱，呢个我未咬噶吓，所以唔会话好核突。兩隻 size 都是一樣，個味道咧都係好食喎，係有真係有wasabi 味喎，應該佢係將啲 wasabi 撈嗰啲 mayo， 跟住就包咗佢落啲蝦咁樣就炸嘅。咁至於個蝦咧都係蛋芽，嗱呢一個組合係幾好食喎，幾特別喎。火山爆浆流沙包，一盒系有三件。从佢外形睇咧都几靓嘅，咁都系一个好似乜粉仔嘅形状啦。睇下佢点样爆浆法先。不知道現場吃呢，即等它熱辣辣的時候會不會流得很緊要，因為我這個呢都是翻焗過的，就這樣看它的樣子就應該是一些
奶黃包，好似有啲金沙。是甜的，就不是一些鹹蛋黃那樣。我相信呢，現場吃呢會是更加好吃。它面頭這裡呢都很很鬆啊，它面頭這一塊不會說即一塊過硬光光咁樣，都係好鬆嘅。我覺得呢個幾好食，甜甜地。嗱，因為咧我咬咗，所以我又唔想俾大家睇啦。但反正頭先都形容咗啦，咁啊俾大家睇下呢一個啦，或者佢而家咧跌出嚟嗰啲面頭嗰塊皮咧，就好似呢啲咁樣，係鬆嘅。希望大家明白我講乜嘢咧。等我吸一啖气，再重复一次呢一个菜式嘅名字：蚝皇原脊鲍鱼配圆条家乡酿海参，简称系鲍鱼同埋海参。仲有咧，好劲嘅噃！重开无敌震撼益食家，原价系48蚊，现特惠早上啊，即系午市11:30到3:30系16蚊。晚市5:00到8:30是20蚊，任何时段不设外卖。重复一次，任何时段不设外卖。但系点解我哋可以买翻翻嚟摆喺我哋张台度咧？唔系我哋啲咩咁特殊优惠，而系咧我哋同餐馆讲，我哋就想拍摄，话俾大家网友听，有啲咁好咁靓嘅菜式啦，叫做咁啊，希望吸引多啲顾客去帮衬佢哋。咁所以咧。他們就容許我們做這件事了。在這裡呢，真的要向餐館 say 聲 sorry， 因為剛才我們加熱的時候呢，很不小心地叮耐了，所以這個鮑魚呢原先的樣子不是這樣的，你們看回我們原先拍的那張原裝照是很漂亮的，但是呢就不要緊，不要看這個了，好不好？我們遮住它，我們看一條海參。海參呢它就說是釀海參，哇！真係釀咗嘢入去嘅，睇個樣咧就似係釀咗啲瘦肉。咁我想反翻轉頭咁樣樣靚啲，咁啊剪開佢。啊，剪開佢之後呢度睇咧個餡又有少少分別，好似係啲蝦嚟嘅，夾咗落個碗先。減啲汁，我就咁夾個海參咧，都好似有啲質感啊，好似幾硬咁。首先形容一下個海參個質地，佢係屬於爽彈，並不算係腍滑。食落去咧係咬得到嘅，咁大致上係咁啦。跟住個餡咧係有豬肉、冬菇同埋臘腸。感覺咧就好似食緊一個蒸肉餅咁樣啦，味道係好嘅，鹹淡適中。至於個鮑魚咧，應該都係一般而家係嗰啲好抵食嗰啲罐頭鮑啦，我諗。咬落去咧，都係有個質感，煙煙韌韌啊，都幾好食嘅，個味道唔錯，幾好。食食下嗰個餡，除咗頭先所講嗰啲嘢之外咧，仲有梅菜。咁我又覺得佢呢個組合幾特別，因為將個餡料即係肉餅個餡料咁樣釀落個海參嗰度咧，咁變咗咧呢個釀海參就係有兩個口感，有腍滑嘅肉同埋有爽彈嘅海參。皇家御宴喺疫情期間咧都係冇再營業。停咗都差唔多超過半年噶啦，咁所以而家佢重開咧，咁我哋會係好心急地想幫襯一下佢，睇下佢哋個食物質素會唔會好似之前咁樣。我相信皇家御宴佢哋自己都有一班嘅捧場客，因為頭先提及啦，疫情期間佢都冇繼續營業，而今日係一個
平常日子啦，星期四並不是係禮拜尾，但係依然見到現場咧都有一定嘅人流，咁即係話咧佢哋都好希望能夠再次幫襯皇家御宴咯。如果有興趣再次幫襯皇家御宴嘅朋友，請你俾個 like 我哋啊，又或者去一去佢哋嗰度嘗試一下佢哋嘅點心，睇下會唔會揾翻昔日嘅水準。而且餐館嘅位置亦都係好方便，住喺士嘉堡區又或者萬錦區嘅朋友。喜歡我哋呢條短片嘅，請你 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知道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